大家好，欢迎回到 Net2Go 的频道。我们今天要来大分处处的 Kitty Land， 它其实是叫和谐乐园，不过我们就简称它为 Kitty Land 吧。如果你是外国游客非日本人的话呢，5月30号之前持护照就可以享有600块的折价，所以原价3300元的话，一个人只要2700元哦。4岁以上就是全票喽，大家买票时要注意。那就跟着我们脚步一起来看看 Kitty Land 有什么好玩的吧 ，Go go！今天是星期日，人超级无敌多的，你看长长的人龙都是人。我们会选今天啊，是因为我们在出门之前有先上他的官网看一下他每天的出场人物有哪些，然后今天是有我们家小朋友最爱的大耳狗，所以我们就还是选今天来了。对了，另外要提醒一下啊，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呢，进门那个还要停车费310元，请大家记得准备好小钞，让他可以找零这样子，他没办法收你信用卡。这就是等一下中午会表演的地方。里面的房子都好可爱哦。对啊。那种很童话小木屋的感觉。一开始会有那个。很酷气啊。对，疫情之前是可以让他跟你一起拍照的，然后现在只能远远的看着大家拍照这样而已。哦，因为刚刚那个拍照的地方人太多，我实在快拍不到。11点清空乐园会有表演，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往那边走。然后那边也是一些游乐设施的地方，所以我们先去玩，然后赶11点再来看表演。对。然后正前方那里啊，就是 Hello Kitty 的家。啊，摩天轮，我们来拍照吧。这里有一个室内游玩设施的。然后这个是要另外收费的，这个我们就不玩了，一次500块日币。对，上次呢我们也没有玩。跟我们3年前来有点不一样，又多了好多游乐设施，然后楼梯上来，右手边这里就是清空乐园。很多表演都在这边，好，看来已经有人已经站好位置了。好，你们做什么？小飞象，小飞象。拜拜。先生，有不错，我们有你这边，加个等一下。耶！哎，您到了。结束。好玩好玩。酷极了。不要转了，不要转，不要转，你一直转我晕了。好，我们现在回复到正常的咖啡杯。Thank you.
朋友，你们在研究什么？那什么？滑铁车转那个，还花600块可以转奖品呢。那我们来挑战一下好不好？你又选一个是吗？我要600。好，那一人600。我们都来挑战一下。一等奖是什么？红色。二等奖蓝色。三等奖黄色。我们等一下看看抽中什么。是600元。对，抽一次600。哦，一等奖哎。我们前面的抽中一等奖了，一等奖！啊，出口こちらです。一等奖！我你也是一等奖哦！恭喜啊！小朋友是什么？加四一等赏。我也是选加四一等西拉摩鲁。抽中哎，我运气很好哎，一等、一等、二等。对，运气太好了，差到 key 了。好，走，吃饭，吃饭。好，多可爱啊！那个复活节的装饰艺术，很多蛋。很多蛋呢，库洛米，狗狗。大黄哥 Melody。你还有地耶，大眼蛙，哎，是酷奇尔吗？哎，是，哎，是酷奇尔，酷奇尔，酷奇尔。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礼品店。Go！ 你的最爱乐队。有各式各样的礼品，啊，都是 Hello Kitty 的。哎，大耳狗的，这个是什么？学生酒精瓶。这面纸盒。不是面纸那个纸盖。哦，面纸。像这样子。哦，纸盖。是企鹅的那个沐浴，沐浴，沐浴的，洗澡的。大耳狗的娃娃，我们小朋友现在跟妈妈最爱的就是大耳狗。大耳狗的围巾，这个做饭会不会觉得饭特别好吃？哎、欸，大耳狗的那个打哭对吗？小大耳狗，好啊。哎，老爸，你要去看有那个库希尔的裤子。啊。那个先生拿走了。啊！我拿个地了，没了，这是最后一条了。对，是最后一条。啊？你没有了，最后一条哎。这个可爱，你喜欢这个吗？喜纳莫鲁的耶。你看一下。T 恤。嗯。残岁是1485。1485。对。还可以的，还可以。而且它写吸水速干，感觉就很吸水速干。好，就买这件。等爸爸的哭泣。对，等爸爸。我帮我找到这个哎。哦，再不要再哭泣了，那我一整套了。对，它是它其实一整套的。哦，那我要这个，我要一整套哭泣了。真的。
2860，跟那个刚刚跟裤子一样。三千的话，台币差不多660，660左右。要，我要客气了。好像也是最后一件呢。是哎，就一件而已啊。哎，店员去找裤子，好像还找不到。对，他在找裤子。可是我没有裤子。好，衣服也可以。买衣服也可以。如果没有裤子，我们就只买衣服啊。对。好 ，Thank you。哦，发什么了没 ？Thank you。哎，最后一件了。Okay, 爸爸的。老板说。一整套。然后最后两件。最后两件。他还找了10分钟才找出来。睡衣啊，大耳狗睡衣。好，大耳狗。我是应该买这套。大家狗睡衣套装，应该也不错，看来。那我们买这套。这个是小朋友的餐垫，如果你点儿童餐的话，会给你这个餐垫。还有刺青很可爱哦，它是有 Kitty 的样子。小朋友的儿童餐具呢，它也有 Kitty 的形状，像这样子，很可爱。他点餐的方式呢，就是透过扫 QR code 联系到他们的网站，然后再。往那上面直接点餐。那因为我手机是 iPhone， 所以它上面是有显示中文，我不确定是不是它自动翻译呢，还是它原本就有中文这样子。现在小朋友的儿童餐已经上来了，你看它这个是有 Kitty 图案的，对，有 Kitty 图案的小热狗，这是 Melody 的餐点。